拉队女神林湘有着火辣身材，加上精致的五官，让她迅速走红。她屡次登上媒体杂志版面，且不止台湾球迷被她的魅力虏获，连日本球迷都为她为之疯狂。竟有网友在底下发文，以10年前的林湘高中时期的模样为题，晒出了3张林湘旧照。从照片中可以看见，当时林湘留着妹妹头长发，身穿桃红色帽 T， 脸颊圆嘟嘟的模样，与现在的性感形象确实有些落差。事实上，在林湘刚爆红时，就有人翻出她的旧照，质疑她整形。因此，这次她过往再度被挖出，立刻引起网友热议。直言和现在的林湘对比起来，完全就是两个人。以前的湘真的土到不行。不过有人质疑，挖出旧照，网友不怀好意，毕竟已经10年前的照片了，到底是怎么找出来的？Bye.